站住！小儿，你给我滚！这明氏之力，你咋跟明氏咋干起来了呢？还在抢什么？白天唱一出，这晚上唱的又是哪一出啊？陆先生，田不言，你死哪儿去了？明氏之地，开门啊！司令啊，让所有的乡约到白鹿仓集合，岳书记长今天晚上要连夜开会，啊，快点！好，好。姑父，是赵鹏已经脱身了。刚才在白鹿书院发生的枪声，你们都听见了吧？听见了。那是保安团在缉拿共匪头目陆兆鹏的时候放的枪。可惜啊，又让他给跑了。有人说啊，共匪有好几条命，我看不是。那是共匪身后啊，有好几条人命在拖着他呢。我首先啊，要在这儿检讨我的失职。这个共匪头子郝志远，跟我在一个县府院子里头办公，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他能在我眼皮子底下稳坐好几年县长。可见我麻痹到了什么程度。我希望诸位啊，要以我为鉴。你们一个个认真自省啊，看看是否自己也是麻痹大意啊。咱们滋水县现在在全省是共匪作乱甚烈的地区，现在白鹿原就是北县的红窝子，滋水县第一个共匪就出现在白鹿原上。共匪的第一个支部还是在白鹿原这成立的，你们这一个个的，成天都干什么了？今天我说的话呀，你们一个个的回去以后啊，都好好的想想，认认真真的思考，踏踏实实的落实。如果一旦有发现共匪嫌疑者，立刻上报，都清楚了吧？清楚了。行吧，你们都回吧。跟我们上。刘将军，那坐吧。你也坐。我知道你儿子是你放跑的，书记长，这可真不是呢，这对天发毒誓，真不是我放。陆祥爷，你要是帮我把赵鹏找回来啊，前世我就既往不咎了啊。
书记长，这都好几年不见了，上哪儿去找嘛？好几年不见了，哎，那今天咋这么巧？我在书院就看见他了。你说你俩离这么近，你跟我说好几年没见着他了，你蒙我呢？这真不是蒙您呢，这你，哎呀，这咋说呢？你要见着赵鹏啊，你就跟他说，我非常期待啊，他会滋水跟我共事。因为原先我们就一起合作过，还合得来。你给他说明叫响，我让他回滋水县是做县长的。那当然，你让他把他的才学用在正地方了，用在本县乡民的实际利益上头，别成天的胡折腾啊。虽然我们在政见上啊有一些分歧吧，但是从私交上来说呢，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啊。我非常钦佩赵鹏的才华跟学识嘛。你说这么好的人，要是落到跟郝县长一样的下场，那多可惜啊。行，我回去县里了。哎，你呀，好好再想一想。你可千万别把我的苦心付之流水啊！哎，福贤，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哪句老话？别敬酒不吃，啊，吃罚酒。书记长，您慢走。就是他，就是他亲手杀死了郝县长。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个含着泪给我搭鞠躬的是同一个人。这些政客，老百姓的苦难都成了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他们把所有的脑子都用在了这个上面。无耻！姑父，赵鹏哥的腿伤真的好了吗？子弹取出来了，黑娃又给他上了药，应该无大碍。只是不知道你哥哥会不会追上他。我哥咋就能开枪呢？这可是他一起长大的兄弟啊！小时候一起耍，不能保证长大了就不会分道扬镳。人世间的事儿啊，有时候很难说，复杂的很累。我也觉得，这世界上的事儿复杂的很。就像我这次回来见我达，他发了狠的骂小娥姐。人都死了，还那么招恨吗？真不知道我打哪儿来的那么大怨气。玲玲，你是个干净的娃，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可你出的世道太脏。这也绝不是小娥姐造的孽，他们把所有的罪名都压在了小娥姐的身上。人都死了，还要造个台压住她，真是太疯狂、太愚昧了。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敢站出来反对我达。姑父，您知道当时你达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包括你。姑父，你能不能帮我劝劝我达，别镇他了？
揣着呢，快！这是老白养，遭的报应啊！昨天刚挖完，就闹着震塌，今天他女子又给染上了。哎，你去嘛，你去嘛，你就不要吐在我这儿嘛。陆香，我从昨晚上就没吐了。哎，你看我今天精神多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上来，上来，亮亮，亮亮，亮亮，你咋了，亮亮？刚吃下药，会好起来的。亮亮是害下的，是害下的了。说不让你去了。就怕你跟你妈一样，他天天在那儿，能不得了？救我！救我！不能让他再走，再走了老白家没人。比大都强。你说，小时候要上学来，打牌，你逃婚来打人，可你这命是打个妈的，不是你自己。不是你想咋就咋的，都说你命大了，大小就浪掉了都没事，你也不能让这病给掉了去了，你给打扛住了，你再走了，咱家就没人。我说要打了，风雨喽！风，风打击，不会。死在里头。
所有邪想，我都给他封死在里头。谁求还怕啥嘞？ 这两天为啥两天了还没动静呢？上了药对他没用啊。夏雪，你先别着急啊。这个药，它有的人见效快，有的人见效慢。再等一天吧。你还有啥别的法儿呢吗？老话说得好，这瘟疫是以病补治。 除了这个药，都两天了，您也不让人看。对呀，那谁能知道？对呀，都来了。 玲玲咋样啊？玲玲咋样？怎么样？让我们看看。玲玲娃咋样了？没啥，都回去。玲玲看一下吧。我们让他们看到看一下吧。笑容，你看看咋样吧？就是嘛。对，叫我们看一下。咋样吧？就是嘛。对，叫我们看一下吧。哎，大家心意老白家都领了，好吧，都回去吧。你让我们……不是，少主任，你看我这东西都带来，你让我们看一眼呗。好几天没见你。文涛，带个头，回去。 贾璇，背后是吗？贾璇，你放手，我来照看亮亮，你别再被传染。 你是一族之长嘞，姐夫，你们走。出去。贾璇，你不吃不喝抱着他，已经两天了，这不是事儿啊。爸。 一直在找您的女儿，你们，你能不能把您的女儿交给我们？我们带她回西安城，给她找西安城最好的医生，为她治病。我和您的女儿。
还有陆兆鹏，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对不起，多的话我不能再说了。白组长，我们之间是可以过命的，请相信我。嘉轩，你们能救了他？陆相约，谁封我保障所？天宗祥远，哎，子丁啊，你这真稳得住。那岳书长都说了好几天了，你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啥动静吗？找你儿子吗？呀，佛仙，那我要能找得着赵鹏的话，我把他捆上送到岳书长面前的。你又拿这话糊弄我是吧？你知道我在岳书长面前我给你背了多少黑锅了吗？你怎么着，你到亲戚那去找一找看嘛。傅仙，你这话说的，那赵鹏现在这样的，赶上哪个亲戚家呢？那不管他去不去，你找没找是最重要的。将来岳书长问起来，我说你找过了，你也算尽我心了。不是岳书长许下点啥吗？你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脑瓜太灵活了，这脑袋瓜一灵活，你就往歪处想。行吧，行。岳书记长啥都没许着。找你孩子最重要。好好，你看看人家孝文，啊，人家一见岳书记长，这一哭，一跪，马上就被升为保安团的营长了吗？他有啥呢？那还不是靠我？你行了，靠你怎么了？先找你孩子最重要。大您真是老糊涂了，这么明明白白的话，您掂不来轻重，揣不准虚实，他这不就明摆欺负您了吗？那岳文山毙了郝县长，正得意着呢。他知道我哥不会投降，故意拿这话给您亮耳呢。他就是看看您暗中是不是跟我哥还有什么拉扯，这点角角您都翻不清。不是赵海，这个他想到了吗？但是他就不敢保证是不是就只有这一步，那他还想到很多步呢。他肯定是对您当相约起了疑心了。这一步他想到了。达，我问您，您上哪儿找我哥去？是吗？对吗？他在说这话，您就问他呀。你他妈悬赏都找不着，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他咋能跟人能说话呢？您要是不敢说，我找他说去。妈的，这狗日的，见毛病不少呢。赵凯，你不敢乱来的。您放心吧，他，您既然来了，在城里住几天，吃几天羊肉泡馍，看几天戏，啊，等着我回来。你们呢？呀，这娃现在打壮得很。先生，他醒了。哎呦，你可醒了，麦玲，快把我们急死了！这是在哪儿啊？在医院。伤已经查清，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叛徒江大成引发的。你受冤枉了。我们一直在找你，谁想你回原上去了，你差点把命丢了。你知不知道？幸亏老农协的人报告说，白鹿原上有人在散发药方子，这才找到了你。白杨同志，你要理解组织，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找到赵鹏。长官，你们要干什么？滚开！这是国民革命军16师3团冉团长。哦，冉团长，那11师的如师长是您的？那是我亲娘舅。哎呀，冉团长，咱是自家人呐。因为如师长曾经对我有过提拔之恩呐。二位今天这……哎，兄弟，你快坐，快坐。我去沏茶。这是1连连长陆兆海。哦，你好。令尊是你的下属。白鹿保障所相约陆子霖。啊，我们是专为陆相约的事情来拜望岳书记长。好说好说啊，二位有什么事儿啊，尽管跟我说，我尽力为之。你跟陆相约谈了一回话啊，这把老汉吓得3天3夜吃不下睡不着，跑到城里，住在陆连长那儿，不敢回原上了。哎呀，这是误会，纯属误会。因为那天我见到令尊以后，我就是跟他说，如果他要是有机会啊，见到赵鹏的话，劝劝他。啊，因为我是想让赵鹏啊来咱们滋水县当县长的，可能是令尊想到其他地方去。你也是。你说你把这难题出给家父，这不是难为他？哎呦不，我绝对没有难为令尊的意思。没事，你接着说，我这个头。
接着说。好。令尊呢是本县非常称职的乡员，再有我也是非常的欣赏赵鹏的才华。介于这两点嘛，我就想让赵鹏啊把他自己的这个才能啊用到咱们村县国民革命的大业上来。赵鹏闹农协跟家父早就闹翻了，早就成了仇人冤家，这原人都知道。你现在要是对他老人家还存有戒心，这就让他里外都不好活人了。当然当然，我对令尊绝对信用不疑的。这园上纷纷扬扬传说，家父要是交不出来赵鹏，罢免相约事儿小。怎么着？我听说还要押他当人质啊？哎呀，这不是谣言吗？不可信呐！今天当着二位的面儿，我说一句，本人只要是在滋水，令尊相约的位置没人能够替代。你回去以后啊，你跟令尊还是解释清楚，叫他消除误会，千万别让他多想。我达这人呢，看上去精明强干，其实胆子小得很，屁大一点事儿，弄得这个天要跟塌下来似的。我这几年啊，在外头耍腔子、甩半吊子，闯荡惯了。我说我拿这九斤半给他撑腰，你说他怕啥呀？是。误会，都是自己人嘛，误会了。既然岳书记长把话都说明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辞了。哎，别，还是多待两天吧。不用繁忙，岳书记长的心意心领了。多待两天，容我表表心意啊。哎，他岳飞山还敢刺毛？我今天拿枪对着他的时候，吓得他脸都白了，我吓死他了。师长，他自己来的，我来。哎，妈呀！可是那岳飞山是啥人呢？那也是上园上一跺脚，窗户门乱颤的主吗？我以为狗日的啥都不怕呢，那合着他也怕枪吗？那是。我说这人见毛病多吧？哎妈呀！他咋还闹不明白呢？那他是总书记长吗？那平时那县长都怕他。大，这您就不知道了。您知道现在这帮县太爷最怕谁吗？啊，不是省长，是各地的驻军。看见没有？谁有枪，他们就怕谁。对着你，哎，妈，你把那枪给大看上一眼。哎，那可不行。你看上一眼吗？我又不乱露呢。看上一眼。就一眼啊？哦。小心点儿，哎，手可不能放这儿，握着，哎，就这么拿着。呀，这拿上腰杆子是硬的，天府下，岳飞山，笨，贾轩就算了，这是好战。来吧，咱边洗边玩吧。这是冉团长吧？嗯。鄙人田福贤，这儿的总相约，啊，欢迎欢迎欢迎！啊，田总相约，哎呀，请您要多关照一下赵海的家翁啊，这样军人在前线就能安心赴死了。是是是是是，
您屋里请，有好茶啊。不必了，茶就留着给武达喝吧。父亲，有茶呢是不是？有呢吗？走吧，来来来。这两天把你媳妇儿、你姑接回来呢，看着瘟疫眼看着就绝了。哎，还是你法子好，这塔一造邪气全没了。与其说镇住邪，还不如说镇住人心呢。记着，这人心要是乱了，比什么大灾大疫都可怕。记着了。大，我想修田族谱啊，就是把咱们村上这次闹灾走了的人都修田到族谱上，过年的时候。好呢，坐坐下说。坐呢，我想过，做这事八成能稳定活着的人，两成是祭奠死者。祭奠一下，那活着的心里就松快些。这事儿到这儿就止了，死了上了族谱就止了，这活人思念死人也就到此为止，不能日日夜夜不停的思念，再思念人都死了还顶个啥呢？只有误了时辰耽搁行程呢。对着嘞，我想了，把这仪式呢弄得隆重点，能把村里的人心口烘热，也能把村里的晦气冲一冲。行了，会想事了，也能直视。梁亮已经没事了，他们的人给我捎话过来了。好，好着嘞。白鹭莽撅。
途承载旧时光。Thank you.